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华德。来玩这款《萌猫战神》，猫咪题材的游戏吧。哎，我有玩过吗？哎，玩玩看喽。猫咪没办法成为十二之神。哦，好像玩过哎，知道。好，这边是排行榜。会有这种排行榜，大部分都是韩国游戏啊。那把那个玩家的排行名直接丢在首页这样。小声一点点，小声一点点。我来搜寻一下，我没玩过啊，《萌猫战神》。没办法，玩过的游戏太多，我有时候那个名字没有记。没玩过。好，再小声一点。看起来，哦，看起来韩国游戏放置挂机。按叉没反应哦。哦，还在引导啦，强制引导中。猫咪的题材游戏其实蛮多的啦，《猫咪大战争》啊，对不对？已经好多年了。装备一下是不是？装备，点击。好嘞。哎，卡住了啦！卡住了啦！这个测抢先体验中，马上卡 bug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这个为什么不能擦掉啊？他还在强制引导啊！哇，终于了，这个引导不太 OK。他是那种强制引导教学，就是不是叫你去干嘛，然后自己去找。喵喵拳，好，佩戴喵喵拳。可是我们现在拿剑欸，那跟喵喵拳有什么关系啊？好，合成，继续强化，消耗一些药水。这个你要跟着他的那个手指去做，没办法做其他事情。这种教学是最烂的，就是教完之后我还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你只能一直跟着点。你没有去理解，如果没有去找的话，你就会不知道。反正我现在已经知道他要我干嘛，我就只能干嘛。好，生命也点一点，然后继续领奖励。他这个领奖励好像是领金币耶。关卡一支持通关奖励是干嘛的、啊？这个喵喵球我们刚刚装备了、啊，还要再合成。八阶变七阶哦。佩戴一下，没有纸娃娃了。哦，玩得很痛苦哦，这个教学。因为这个挡住 大部分的画面，都看不见他在干嘛。好，感觉应该好了啦。哦，强制教学应该好了。成长攻击力属性不齐。哦，那这个啦，成长这边啦，就是这个成长，然后点这边。这边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吗？获得技能穿云戟，好，学习一下。好痛苦啊！
这个教学好痛苦啊！我比较喜欢那一种，就是他就告诉你点了之后就进来，点到这边跟你说这边可以，那就去自己去找。我不喜欢他这一种，点下去之后就强制你做这样。你看我都不会做了啊！他说要装备技能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不会做啊。好，这边佩戴，点这个佩戴吧。主动、被动两个嘛，然后可以佩戴。主动要佩戴，被动不用佩戴。好，成长、经验值、技能、进阶，就是改变我们的形象吧，皮肤啊什么的，是不是？增加我们的攻击力、生命力什么的。旗帜、令牌，好。这游戏是我搜寻那个抢先体验搜出来的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Play 商店它就不让你有一个游戏的列表，大家懂意思吗？我觉得它是故意的，它不让你搜寻很方便的搜寻哪些是最新游戏、刚上架游戏，哪些是抢先体验游戏，哪些在测试游戏，那好，没有一个清单，真的没有一个清单，我不知道，至少我不会，我找不出来。这个对我们来说找游戏就会很麻烦，因为他提供给我的大部分都是我玩过的。打开 Play 商店，一眼望过去，大部分都是我玩过的，我就很难去找到什么新游啊，除非这个游戏他有预先注册，或是去打广告宣传，我才知道说他什么时候会开服。像今天是8月1号了，不过现在是半夜时间啊。8月1号有一款那个泰武封神榜，哇，这个也是有在打广告，所以我知道有预约啦。搞不好那游戏打开我玩过啊，因为封神榜的题材卡牌放置的话玩过很多款。我现在比较懒得去找说我们玩过，要去比对画面，游戏画面，以前我会啊，现在就没那么认真，就反正到时候玩了就知道嘛，开服就知道。好，签到一下，然后领一下任务，还有重复任务。那这边你要一样要继续做任务啦，哦，继续做这个主线任务，防御力嘛，不然你会卡关。你看我已经卡关了，他现在跑出重复了。这个应该是切换技能吧，我现在有两个技能，它技能放在这里耶，很多放置的它会放在下面，技能放在这个位置。聊天室的话应该是没人吧，因为我看到这个抢先体验才1000家吧，哦5000家，有脸书啊，脸书最新的是7月26日，有一个什么夏日季硬币交换活动，大概是5天前的一个活动吧。上礼拜的活动，好，我们这要抽武器的，韩国游戏嘛，就是使用钻石来抽武器这样，然后换武器，他之前帮我们换，武器也是需要去合成嘛。啊，这个要点这个字是不是啊？点字啊，每次点这个都没有。好，强化一下，需要这个药水。好啦，点这个金币好像也可以啊。然后我觉得它反应有点慢。好，我们抽防具十次，有一个绿装，可以佩戴一下。好。这边可以突破了吧？感觉应该可以突破关卡了。攻击力到50级呀、啊，我的金币已经600多 K 啊，这么厉害！我觉得他这个跳出来真的很烦，把我们那个画面都占掉了。好，这边争议的话就是看广告，有金币经验。
攻速、移动速度。我不知道第一次要不要看广告啦，有的第一次会直接送你。好，我们这个题材是什么？好像是韩国的鬼怪吗？我来看一下哦，喵，萌喵战神。游戏介绍：封印乱世，扰乱世界的魔物，将美少女培养成十二神将。因为我们是猫咪嘛，猫咪就在十二生肖里面没有啊。鼠牛、虎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。你们知道世界上最长的果汁名称是什么吗？这个是冷笑话，不过你要会台语耶。最长的果汁名称就是鼠牛、虎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。狗猪。好，讲完了。狗猪。狗猪就是果汁啊，然后是那种有点台湾国语这样。就是要懂一点那个台湾国语的一个冷笑话。好，十二生肖的冷笑话讲完了。好，这边争议我来点一下，我来点一下，我先暂停一下，我来点点看。好，看完了要看广告30秒，一个单国的战旗广告啊。那个战旗就是改用曹操传那个 MOD 去改编的。我最近有看到他有推荐我玩，但是我想说那个 MOD 不知道好不好玩，就算了。他就是要打广告，所以说 Play 商店很贼啊，他不让你搜寻嘛，那你想要知道这些游戏，比如说你是开发了一个游戏，你做的一个游戏，玩家搜不到啊，玩家不知道啊，那玩家不知道怎么办？那你要打广告啊，你要跟他买广告。跟 Play 商店买广告，他才会帮你置顶嘛，放在推荐区啊，或者放在什么区啊，帮你打广告干嘛的？像刚这个啊，这是游戏内的看广告啊。如果你是 PC 版的，或是一些 YouTube 不在这个范围内啊，你要去 YouTube， 那就是另外一个广告商啊。不过还是 Google 的广告啦， Google 本身就是一个很会做广告的一个厂商嘛。你们做浏览，我们在那边搜寻 Google。上面应该都有广告吧？好，只能妥协啊。所以我刚开头就讲嘛，就 Play 商店上面没有一个游戏列表，它有分类，比如说战棋类的、卡牌类的，然后益智类的、冒险类的，或是一些其他类型、格斗类的。但这些类型你点进去之后，它还是前面那几个，还是你。那些你都玩过的那些老游戏啊什么的，或是那些比较有名的游戏，什么蔚蓝档案每天都给我在那个排名里面，美少女那种蔚蓝档案啊，蔚蓝档案我今天又看到那个他的那个新闻，就是那个布料要修改一下，不能太过裸露曝露，好像把八个角色都改了吧，因为它是入服的游戏嘛。我看了一下，好像在大家来找茬一样，就是两张图片我去比对一下，哦，布料变多了，裙子变长了，然后那个胸部的那个胸线往上拉了，布料变多了，然后旁边又多绑了一些绷带，胸部旁边多绑了一些绷带，让那个布料看起来更多。我就稍微看了一下，有点可怜。如果他原本的卖点就是那些美少女啊什么的，你会发现你的老婆衣服就穿多了。审查太严格了啦，就只能不让你自由发挥，就是规定你怎么做就只能怎么做，没有什么创新啊，全部都被管起来，就是管天管地什么都管，连生殖器都管。管理不能生太多，然后现在管理说你要给我生多一点，就是未婚生子也要给我生出来，不准堕胎，好像是这样啦。那个新闻我之前有看到，什么都管了。好，那这边有宝箱是不是？噔噔，开宝箱。
开玩家有钻石是不是？还有那个防具。那韩国游戏的话都有通行证啊，像这样通行证。好，一个猫咪的放置挂机。哦，然后有宠物啊，哦，三只，还有饰品啊，然后召唤就是我们抽武器、防具、饰品、神器，哦，然后养成一下我们的装备，然后皮肤，哦，然后时装，现在都没办法看，都是暗的，然后成长这些养成，大概就这样吧，就做主线任务。好，那我们试玩到这边吧，给大家参考一下这款游戏。抢先体验中，所以没有评分，也不会有留言，中规中矩吧。好，一个放置挂机，韩国放置挂机。好的，我是浩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一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